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让我们大家一起的来倒数，也一起的来迎接我们2020爱在20母年花季。准备好了没？来，五、四、三。七楼里面，阮这较早做锁顶的啊，锁顶啊，就是种的木棉花，没有车限量啊。原本是早都有啊，啊，无佫较少人知影咧，无人咧电视台无咧报吼，无人知影。迄正早都有啊。即个阮啊，即去做阮啊，做锁顶吼，啊，就是讲啊，种种的啊，安尼变看无啊，也都我拢买个锄啊，随在去酸啊，伊即拢往下锤，足水的啊。那吹面的啦，比樱花无较歹啊！哎，有花朵阁足水个，足大绿，才三十四年有无？34年有啊、嗯。对啊，很漂亮。其实，应该是说，刚好是那个稻苗是绿色的，然后这个搭配起来就真的很漂亮，而且没有车子。像那个彰化另外的点跟那个云岭的这点啊，是在马路旁。马路旁很漂亮，但是那种感觉是不一样，因为车子太多了。这边比较田野的感觉，对，比较田野，跟旁边的呼应在一起，就觉得很好。